第一个提问是：现代人常常啊有各种怪病，生长肿瘤得癌症啊，请问下面它有五个题目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佛法里面讲病啊，有三种原因。第一种是生理的病啊，包括你的饮食，古人常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，所以口是祸福之门啊。这个天气变化啊，我们这个衣着不小心，这些都是生理病的来源。第二种病呢，是属于这个冤亲债主啊，找上身来了啊，得这些病。那么这种病呢，医生不能治。像这个三昧水忏的悟达国师啊，地贤老和尚那个参禅的徒弟啊，这冤孽病啊，冤亲债主找到身上。第三种叫业障病啊，他不是冤亲债主，自己造作罪业太多了啊，冤亲债主这种病呢，要化解调解啊，调解很有效，几乎90%都会接受，接受他离开就化解了。第三种的业障病啊，难治啊，医生是束手无策，他也不是调解。啊，他不是这个冤亲债主找上门来，啊，这个里面最困难，但是可以治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真正忏悔，忏除业障啊，啊，你真能忏除业障呢，这病就好了，啊，所以总的来说，在佛法里面说，没有治不了的病，啊，问题就是。你要知道疾病的来源，现在的怪病痛啊，我们今天收到一份报告，网络上下载的啊，这个报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可能爆发全球瘟疫危机啊，这个题目这里面跟我们说到，它是从1970年那个时候发现有39种新的病毒啊，这过去没有的啊，这1970年。他说最近这个5年啊，过去5年，今年07年，那就是03年到今年啊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超过1100种的流行病毒啊，病毒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知道啊，这佛在经上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很多很清楚啊，不善业的变现啊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怎样化解了。
啊，怎样来解读了。我们先看他下面的问题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。他第一个小题是身上的肿瘤是不是众生，有可能啊，因为我在我们接触过这些这些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亲眼看到，而且不止一个啊，甚至于有人身上肿瘤很多，大大小小的啊，100多个肿瘤，那是冤亲债主啊，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。那么您能化解呢？啊，跟他这个谈条件化解呢，确实是有效啊。可是有很多很顽固的，大概那是结的怨太深，他不饶你。那用种种化解条件来谈的时候，他都不答应，这就没法子了啊。但是这个很少啊，大多数啊都能够同意化解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平常处事待人呢，记住一个原则，绝不给人结怨仇啊。结怨呢有时候是无意的，所以总得要小心啊。所谓是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啊，不知道怎么得罪他的啊。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，所以言语总要谨慎小心，对人的态度总得要恭敬啊。所谓是礼多人不怪呀，啊，这就是小心不给人结怨仇啊。那已经过去结的怨仇呢，要化解啊，这个就对了。他第二个，他说如果把肿瘤切除了，就算大功告成了吗？不容易，你切除了这个问题没化解啊，他会在你身上再长一个，或者换个地方再长一个，你怎么办啊？所以不能切除啊，要怎么化解 啊？切除跟化解同时进行也行，但是切除不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身体生态平衡被破坏了啊，总是不完整了啊。所以我们东方这个中医不用这种手段啊。中医是你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啊，总是用药物啊给你调理，让它恢复功能啊，那就正常了嘛啊。不是把它切除啊，切除不是个好办法啊。第三个小问题，小题啊，是有时肿瘤这边切除了，从另外一边又长出来，请问这什么原因？这就是刚才讲的，如果它是众生，你把那块切除，它会长到别的地方去啊，它不会离开你啊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人。所以人都有运气啊，人在走运的时候，你的冤亲债主啊不敢碰你
啊，你运很盛的时候，气很盛的时候，到衰了的时候，它就来了。啊，你的好运走完了，运行者就来找你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别人吃了你的亏的，啊，你现在有势力，他不敢碰你。等你哪一天下台，势力失掉了，他找上门来了，你就很难应付了。道理是一样的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怎样才能真正消除业障？真正消除业障啊，就是真心忏悔，断恶修善呢。啊，在佛门里面，持戒念佛，依教修行，消除业障的例子很多。道教里面以感应篇修行的啊，那个消业障也不计其数啊！啊，你们看看这个《安世全书》啊，里面所说的《太上感应篇汇编》，这个里面的例子啊，佛门称为公案。就是故事，消业障，这个例子，1000多条啊！啊，你可以细细看，真有效，那都不是没有效。啊，一定要真心去做，改过自新。啊，所以发现自己的过失，这个人叫觉悟。觉悟之后啊，要把自己的过失割除，这叫修行。所以悟后起修啊，你没有觉悟，你不知道怎么修法了。修就是把错误修正，这叫修行。啊，这句话了，总是要把它记住。修正自己的错误叫修行。啊。现在很多人不懂，以为修行呢，我每天念多少经，要拜多少佛，啊，以这个来作为修行呢。如果你心里面过失啊一丝毫没有改，你这种做法没用啊，叫迷信呐。啊，古人所谓的。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就是指这种修行人没有用处的啊。真修行那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赶快改。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灾难多，这灾难就是报复嘛，恶业所感召的嘛，啊，灾难再多，我能够真正改过自新、消业障、积功德，无论什么灾难，你遇到了都没事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已经超出了，你不在这个灾难圈子里。所以你不会受难啊。有时候呢，吃一点小苦头，这个无所谓啊，你能够承受得了的。
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若出家众住道场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道场应如何护持？”那这个我们这个这一次啊，我们得到经验教训啊，如果出家众得到这个肿瘤啊，癌症了啊，首先问他自己啊，他愿意在道场里面大家来帮助他啊，给他消灾，给他化解啊，他能接受可以帮助他做，还要征求他们家人同意啊，那家里人主张或者他自己也希望去住医院，那就送医院，这由医院负责任啊，所以总要做出了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不能够啊因为一个出家人的生病啊，连累到这个佛教的形象，那他造的业就太重了啊，破坏佛法形象，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这是造的阿鼻地狱罪业了。其尊佛出世不通忏悔，这个罪太重了啊，所以总是要把手术做清楚啊，那么他自己的意愿，他家人的这个意愿啊，这样处理了，这也是合情合法。